Dear God, we just thank you again for another opportunity to play this game that we love. We ask that we play together. We ask that we play for each other. We ask that we play for all our fans out there that came to watch us play. We ask that we keep us safe from any injuries. Allow us to go out there and play as hard as we possibly can and play for each other. In your name we pray. Amen. 加了上去，前面走对的路线，曾祥军双手暴扣啊！前面挑战篮筐，曾祥军在一群巧虎里面拉下这个进攻篮板，度过开季的低潮之后，最近几场比赛曾祥军的表现就逐渐回稳。副帮这边比较麻烦的就是辛特利在面对梦想家的比赛受伤，球技进行不到一半，副帮就上了重要的战力，对卫冕带来什么样的压力？现在每个人上场的角色跟。重要性其实都很重要，以团队来弥补麦克受伤的位置，这样子。林志杰，中距离急停跳投得分，杰哥要跳出来扛了，篮底下志杰跳得很高。林志杰，他最后四秒钟，突然间急停的外线出手球。哇 ，Yesterday once more， 又是林。这个拨球拨到起鸡皮疙瘩是正常的吗？太不可思议了！快哇！也中了 ！Oh my goodness！ 感动的一场比赛，林俊杰带着腰伤投进了一记大号的三分球。还是一样，谢谢你们。哦，我觉得你们一直，尤其在我们在落后的时候，你们一直给我很多的支持鼓励，然后知道你们在我们选手在后面跟着队在交上，把这个胜利送给你。好，这个球被南洋神通给拿走，赖廷的上篮。哎，赖廷也再超到，但是后面有克拉，他看一下，交给。太精彩了！现在是小杨家，哇哦，外线的桂宇，这回再挑战篮筐，这桂宇连续得分啊！桂宇现在化身为球队的 number one shooter， 桂宇给到底线的小夫，哇，这个战术打得配合相当的完美啊！哇，再来一个三分，哇哦，有点回神的味道。干扰球做得不错。哦，这个传球够水准啊！廷恩跟强森，刚才奥比有把球摸到，很凶一样啊！打下去的话，其实勇士的这几位球员的体能会是一个考量。哇 ，Chris Johnson， 哇哦，这个 N1 打得很巧啊！外围赖廷恩的出手偏，也受篮板。马上回马枪，中篮筐，哇哦，一个 long two。哦，廷恩跳得非常高，在阿吉面前把篮板摘下。赖廷恩在地板球给小夫，直接暴扣篮筐。这是廷恩，他第一个进就是洪凯杰，篮底下火了，再暴扣。小夫的火锅，受的空间了。对。哇哦，今天的简廷照上半场三个三分。拉出来给简廷照的外线投射进，又追平了。单节简廷照十分了，表现的堪称的本季的代表作。大家好，勇士的球迷朋友们，大家好。虽然我们今年战绩的结果是不理想，让很多的球迷朋友们非常的。的失望也是很煎熬的一个过程，那其实我们球队自己也觉得非常的难过啊，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训跟学习的机会啊，我们明年一定会好好的准备，强势回归，卷土重来。那也感谢球迷在这段时间虽然战绩不理想，可是也还是很踊跃的进场为我们加油，让我们连续四年在联盟的主场进场人数又是四连霸，非常的感谢。我在这边也要再次谢谢各位球迷，
那也谢谢所有球员、教练团、防护员跟行销跟所有的后勤，他们这一季真的很辛苦。虽然结果到最后我们没有达成我们当初季前所设定，但是相信他们已经给了所有。那再次要谢谢大家，在这段时间还是非常的热情参与所有任何比赛，跟同时也是真的给我们大家很大的鼓励跟加油。像刚刚讲到我们进场人数，我们跟日韩比起来，我们甚至只有输给 B 联盟的两队，平均进场人数是非常高的。那我觉得所有球技很难都一直得到冠军，也不是说只有得到冠军才是成功的。那相信大家在这一路走来就算是低潮也学习到了很多。那在这低潮之中，球迷的声音跟支持真的是最重要的，真的是有给我们大家很大的 support。